转眼白荷要嫁了。这天，裘三娘带着红梅绿菊来送，就数绿菊哭得最大声，简直好像嫁出去再也见不着了似的，那个伤心难受。小一掏耳朵，说他这不是哭嫁，而是哭丧，顿时遭到红梅抗议，直说大喜日子不能说这么晦气的话。白荷依旧好脾气，忙说不要紧，日子是自己过的，不是让说晦气的。裘三娘都有些莫言，亲手给白荷梳了头，并将描金红漆的嫁妆盒子交进她手里，那里头是整整5000两的银票。白荷打开一看，愕然，坚持不要，却让裘三娘冷着脸，吓得只好收下，但哭得稀里哗啦的，让红梅绿菊不得不再重新给她上妆。墨子受不了这接二连三的眼泪，坐在外头园子里，不知怎么也有点伤感。女子嫁人总不能像未婚姑娘时那般自在了，凡事都要先为小家打算，而且等有了孩子又得为那个小家伙烦恼，一直烦到头发全白。但是白荷会幸福的吧，她手里也有一个小盒子要送给白荷当嫁妆的，把原城给她登记户口的地转到白荷名下。那是一个小小的农庄，出产颇丰，白荷喜欢研究厨艺，总梦想有个小庄子，种喜欢的各种香料来开发调料，所以他想用它来感谢这位像大姐姐一样照顾他的女子。老远的呀，我就听见哭声，这一看还有人在外头黯然神伤了。秀姐来了，后面的丫头们抬着两个箱子。墨子，咱们这里头属你性子最强，你要流眼泪，我也定要陪哭才是了。墨子起身笑道：“谁哭了？大喜的日子，我笑都来不及呢。无忧姐姐呢？”她身子不爽利，凑到墨子耳边说了句话。墨子一听，拍手：“哈，竟是这等好事，恭喜恭喜了！怎的不早告诉我？过百日还早。”再加上似乎不稳，也不敢对外说，怕姐妹们空欢喜一场。这不，现在我们什么也不敢让她做，连走路都限制着呢。28岁的人还是头一胎，她不紧张，我们紧张。秀姐笑容满面：“我觉着呀，认识了你们好事连连的，乐娘才有，无忧也有了。白荷今日一嫁，说不准立刻也怀上了，这福气天天往下掉。”傅蒙守知道了吗？墨子悄悄问。他？秀姐撇撇嘴：“不知道，12月来了没几天，一封家书就给叫回去了，不过还就是那几天的功夫有的，也算他对无忧补了亏欠。无忧说了暂时不告诉他，反正等他再来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，虽然可能等过了清明祭祖，那肚子得5个月了。”墨子心想，怎么在外头看着挺能干的男人，对内宅的不太平都束手无策呢？还有为了孩子着想，无忧想把无忧阁给结业了，莫愁嫁了之后他就意兴阑珊的，又开始对别的生意有兴趣。我觉着也好，这样我自己还能把女儿给接了一起住。秀姐的女儿一直在乡下让人代养，结业不如转做幕后老板，不直接经营就不用再出面，交给能干忠厚的人去打理，每2个月查查账，收收银子。墨子认为
生意既然好，也不用因为行业而有歧视。关了无忧阁，自然还有新的青楼开出来，还不保证有粮无粮。事实上，像无忧秀姐这样的妈妈是很少见的。秀姐点点头，你的主意也好，像我们这些靠不到男人的，总得自己防老呀。我回头跟无忧商量商量。说罢，拉着墨子往新娘屋里走，说是喜事不哭，结果秀姐也哭了。后来到的洛娘怀着一个，还照哭不误，让陈娘劝了又劝。至于女强新成员杨悄，跟她母亲进香去了，只得派人将礼送过来，并写了张祝福帖，还说要为白河求早生贵子签。送嫁实在是又高兴又伤感的过程，自古至今不变。墨子在白河临上轿时将他的礼送上，惹白河喊停了轿子下来，相拥再哭，在一片说他送的不是时候的抱怨声中别了白河。也不知道那些新买的丫头懂不懂规矩，会不会做事。绿菊看着花轿远走，担心地问，要不你陪嫁过去。裘三娘恢复得快，已经开始调侃，众女皆笑。要我说是这规矩不对，又不是嫁到外省去，凭什么娘家人不能去官里吃酒。墨子对此有意见，这一言论引发大家的讨论，越说越认为有理，打算上门讨喜酒吃。最后还是秀姐阅历最深，一句别让新娘子下不来台打消众念。关上门，让丫头们办了一大桌吃喝，一道同乐乐。白河婚事一过，时间就像生了翅膀呼呼飞过。这日已经是三月初一，江水春意盈盈，桃树结了指尖般大小的花苞。整个二月，墨子除了每双日去半日传司处理事务，其他时间都在红鱼待着。传司官员暗中罢他的工，他已经搞定。其实不难，也不用告状，上到折子请皇上把齐博士和郑文提拔上来，又以不少官员放假，因此人手不够为由，从新榜进士中挑了公事方面懂一些的，正在等控职的七八名暂时过来帮忙。传司官员二三十名，但推三阻四的揽风气已久，办事效率极差。墨子调来的都是跃跃欲试，急切想要表现的年轻人，一人当三四人来用，竟将整个司衙事务顺利接收过来，完全轮不到那些罢工的官员插手，也不需要他们批准。一个大司政官印甚至把积了大半年的事都给做好了。船厂那边，墨子设了账房外部监审制，不定时抽查木材和各种辅料的质量，每艘新船下水必定亲自上船测试，不合格或出问题由大掌事负直接责任。结果查出好几艘船的问题，墨子追究因时居然带属下闹事。这种小事连皇帝都不问，他跟中书省和吏部通报后，让因时无限期休假，由新封大将师央不征和敏松共代大掌事之职。小事自主，大事一起商量。他这敲山震虎，杀得对方措手不及，被放假的心惶惶而怕真放假，失了头头的不敢再有小动作。皇上完全默许，中书省和吏工户三部对他全力支持，要人给人，要银子给银子，要材料给材料。一时传司船厂风气大正，
到月底时已经完全走上正轨，比以前更有效率地进行各项事务，当月新船也都质量过硬。他不但没告状，而且把事情做得更好。船司司正有苦难言，原本要弹劾他的联名上书只能放在一边，焦急地待在家里度假。离出发还有五日，墨子在红鱼侧船下水，航行过各段江面后，达到他所设计的理想指标，终于能松口气。这艘长达50米、高15米、宽25米的货客两用大楼船，将会跟他去大球。此船首次在水上船坞制造，耗红于上百船工、20多名船匠，日以继夜，在一个半月内完成。据敏松说，是他见过的最出色。说起敏松，瞧他的眼神常常奇怪。要不是他不自恋，而且知道他成亲在即，会以为他对他有意思。更何况，敏氏这一家子看他的眼神都有点不对。敏于老爷子三番两次请他吃饭，他忙得睡觉的时间都没有，但好歹是自己尊敬的长辈，推了几次之后去过一次。一家子围着他没着没落的闲聊，后来就有些离谱了，问他记不记得他娘的长相，还有4岁住的地方，那时候是不是跟哥哥一起，诸如此类。他一说4岁太小不记得了，连敏氏大家长都露出明显失望的表情。他们还问到窦绿，他不好说被抓去当人质，只说不在上都。他们的表情让他觉得自己说错了话。下了船，他说今日开庆功会，满场欢呼，奔走相告。自从宏图关门，红鱼变成了这一带唯一的船厂，再加上质量好，出船快，生意这下真的已经接到明年中去，账面定金就收过1万。在红鱼干活的人福利出名的好，但是他给魏庆、丁修、牛皋等人的过年红包就在200之上，更不提带薪休假、定期免费看病、给孩子们开学堂请先生这些。在红鱼外还建起了船厂工人家属专住的村子，一片兴旺富足的景象。雅江货运那位大老板请我们无论如何给他挤出一条5000担货船的日程来，还想给我私底下塞银子，我说实在是全满了，不然也得问过你才知道。魏庆如今是红鱼实质上的大掌事，墨子两头忙，很多事靠他打理。哦，多少银子？墨子哦一声。1000两的银票。魏庆老实交代。不少啊。墨子笑道，他的银子我准你收，可以存着娶媳妇用。那时造他一条船多麻烦，又挑剔又小气，明明听不大明白，非要我跟他解释水密隔舱，我说的喉咙都哑了，他最后就是一个好字。5000担这么大的船，他多加银子我们就给他排期，加多少你满意就行，把船工们的加班费全算进去，不能让红鱼吃亏。魏庆应是转身忙去了。墨子回他的小屋换衣服，看到床上躺着一个人，不由好笑，下了半边帐，盖了半条被，却是藏头露尾，现半身黑衫，温润君子，袁成是也。我不是给你间屋子住了吗？怎么还跑到我屋里来睡？最近越来越发现他有当贪官的质素，长袖善舞，应酬多得数不清，夜夜笙歌，该办的事都在吃吃喝喝中无形解决，皮厚如墙，坚持要做什么绝不听他人言，
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人不动，这就是另两大质素：装傻充愣，肚里有贼。袁成，这人向他表明了心意，却不等他回答就开始赖着了。他因为要督造船只，多数时间住在船厂，他自说自话也跑来，而且堂而皇之让人把行李搬到他院子里，他屋里。也不知道是凑巧还是故意，正好是船工放工时间，众目睽睽之下。按他的说法是不知道住哪间，所以行李临时放在他屋里，后来当然让他赶到别的屋子里，偏他时间没掐准，没人瞧见。丁婶偷问他，袁成是不是跟他定了亲，还说两人般配，让牛皋这个袁成的信徒听个正好，大嗓门一喊，全场都以为他名花有主。跟他熟的那些元老级将师长士还嚷嚷着要摆喜酒，他们多是苦出身，不像大户人家那么讲究规矩，两厢情愿的，有保媒的，有证婚的，请几桌就算成了亲。墨子十分郑重地澄清了一下，结果只达到令他们半信半疑的效果，一不小心仍能看到他们暗暗审视的目光。床上的人终于动了动，却是把腿收了上去，悉悉索索好一阵子，再次证明远距离是美好的，近距离是现实的。墨子不耐烦上前掀开帐幔，见他找了个最舒服的靠姿，面色精白，头发散开，披了大半面垫背，眼眯望着他，这又是喝了一宵酒的样子呀。墨子叹气，唉，又是谁家请酒？刑部黄侍郎喜得长孙，本来吃罢席面就要回来的，李阁老又提游湖赏花，就去了百花园那儿，牡丹倒是开得好。你是不是偷偷吃人参不告诉别人？几宿几宿的不睡觉，精神还这么好？想说皮肤还这么好，怕他得意忘形。这是第三天了，自从春花开了第一朵，上都的官宦人家就忙了起来，不是这个请就是那个邀，赏花、踏青、观宴、爬山，各种名目的活动。他一个传司的官儿都收到一摞请帖，别说袁成了，守制派显然把他看成了下一代接班人，想将他往中流砥柱培养的意思，所以他把应酬一个个推掉的同时，袁成几乎一个不漏，每叫必到。袁成胸膛起伏，笑声低聋，睁开眼，眼中有血丝，证明他是凡人。我有吃华大夫配的大补丸，吃一粒管一顿饭，而且喝多少都不醉。你醉糊涂了，胡说八道。前些日子华大夫不是才来过，说我的身体还不错，却让你应酬应酬就好，不要耗根本。墨子已经请这位神医开些补药，不过还没送来。我喝的不多，觉是睡得太少了点儿，所以想白日里补，偏你吵得很。本来他睡得挺香，眼皮又沉，他合上眼儿。哎，你补就补，跑我这儿来做什么？墨子仍然赶他，去你自己那儿睡，我要换衣服。一听到这儿，袁成双眼就张大了，还坐坐直。换吧，横竖又不是没瞧过。当初是对他还没有什么意思，反而大大咧咧，如今他一副虎视眈眈，又是跟他求了亲的，他没办法在他眼前换，很没出息。他抱着衣服打算换个地方。我今夜要去云州，他突然说，
墨子瞬时转身看他，才想起来，是今天出发吗？袁成暗暗眉心，困意稍减。皇上选在这个时候出宫祭天，比往年早了一个月，而且放在云州，你可知他的用意？是为了引开百官注意，让我们能顺利办差，而不会遭到怀疑。想当然吧，袁成点头。此其一，其二，想我尽快在云州找到那位细柳园的妈妈，要不惊动对方而探知笛声的秘密，这可能是唯一的途径。墨子，我心里实在想问一问，虽然皇帝的主意在先，要将你派往大求险地，我却不曾反对，甚至希望如此。你可有弃我？不然他去云州不会安心，